我给过的。刚才老爸老妈在外面的菜地已经扯了两袋回来了，今天多晒一点哦，大的都晒掉去。进了给挤挤的一碗汤似的，我盖都感觉给留给。打霜以后的萝卜更甜一点，辣度也会降低，做的萝卜干好吃。不过这个时候的萝卜很脆啊，就得轻拉轻放，不然一下它就会变成两半。嘿嘿，可乐又想吃萝卜了，等会再给你吃，现在全是泥巴。在边水边啊，在拿锅给去喊喊我了。拿锅块喊个肉不去喊我。喊我了腿啊，得买了你啊。哦。这个鸡的，哎，你今早要么摆锅，该多给难得摆，应该几家。感觉我发上一台个两色的吧。改过好省，改过几斤。你老婆奶奶奶奶。改起好。加龙给冻冻去啊。哥，哎，还做面的，你刚才摆个，你还没喊的，又不是就改一股的。要饱，再给他们添点青菜。你还要我把尿盆端过来，这边把尿火盆喊尿盆。你喊人家不是喊尿，哎呀，我懒得跟你说了，真的是。听见就喊尿盆。什么人呀，什么狗，你和可乐一样的。嗯，边做边吃啊。刚出来啊，可乐啊，嗯，好多水分啊，嗯，给他舔舔嘴巴。好吃。为什么我切的那么吃力，你切的却这么丝滑啊？因为这个萝卜怕我呗。你切的会不会太小一片了，哥们？哦，还切大呀、啊？还可以再大一点点吧。今天晒萝卜干搞到现在还没吃早饭，萝卜吃腻了，今天我们来弄莴笋来吃啊。嘿，好嫩，鲜莴笋。我那给你刚才切萝卜有一个没切的，老妈在那里晒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整的，大哥是我错了，扯的这个蒜，现在蒜比上次又长大了很多，种的也比较密一点。虎妈妈你好聪明哦。这样手不冷还不好，都算你们聪明，摘菜都可以烤到火。我再去加炭子，冻死我了，手指都麻掉了。这是哪个帮我装的米方啊，这么爱我装成了小山堆呀、啊。除了你亲爱的老妈还有谁？哦，你们也多吃点啊，别光顾着要我吃饱啊。爸爸估计是腹肌的，经常能听他给他搬一头。水电量增加，早晨安顺也是落一点嘛。安顺没顶下的。嗯，顶难过的。顶难过的，上次后腿不好了，我让嘴也短蛮辛苦。